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八案，自委员会抽出进入二读，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期第九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增订第163条之1条草案案，自司法刑法系委会抽出进覆二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黄委员招顺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77人，赞成27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